脑袋长了那么大的肿瘤，明明影响到视神经了，居然还已经开药房动手术。如果硬要开刀的话，很有可能会失去记忆。你觉得思安他会愿意看你这样子吗？我就是不想失去所有有关思安的记忆。你们和任大夫一起在入历史，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。志豪，你的小把戏可害到你自己了。本周日晚间8点到10点，东森戏剧台艾尔利集团生命捕手精彩最终回。